两个锅铲，有对的装备，六狂还是可以继续吃鸡的。所以现在轮盘选秀的时候没有锅铲的，然后拿到东西的时候会有特殊的音效，像刚那样。一般大家预测的强势阵容是游侠之类的东西啊。我记得一只鳄鱼好像打得赢。超接近，哇，没买到。如果刚刚有买到两个这个的话，我们就这就两星啊。我们有点莫名其妙承担一堆风险。应该会赢吧，好像有点看他们两个搭。可我们这装备不是走法师的装备啊，应该还是想办法走那个走游侠啊。好像打不赢，他只有一等而已。理论上应该，哇。有两个人在走掠食，看起来掠食应该现在蛮夯一阵的，不然不会这么多人玩。哇，都要被吃掉了，大爆炸了！我们拿反曲弓吧。这也是可以走狂战的。哇哦，好像不能拒绝，再会。再会。
硬把他敲死。岩山跟一星狂战可以撑的幅度是很有限的，所以还是趁他们还抢的时候赶快升上去，把两星欧拉夫滴出来比较靠谱一点。我们这样应该是拿不到大魔棒的，估计应该是拿一片左那个这个哦，有大魔棒 ，OK， 这其实还蛮理想的。差不多该把这只换掉了。好东西啊！这边问题是要不要再升，继续升级，再低。这里变成六狂二沙漠，其实也蛮不错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变六狂二沙的话，而理论上应该蛮有难度的啊。爆炸，超恶心的阿奇了。应该是。我还缺鳄鱼吗？其实搞不好八等，我们就直接把毒给做出来就好了，也不需要上沙漠了。可是也好像有点难，直接跳过七等。有毒了吗？没有。打喵。哦不，
但欧拉夫合上去会有装备弹出来。星级德，应该先不要做这些，差不多该把沙漠上上去了，然后把岩山拿下来。这样没有沙漠真的有点嗨。两个锅铲我理论上要上毒的哦。狗血，他刚好还没看到他。Oh no！ 爆炸！我靠！鲨鱼，打不赢，应该是防暴击吧。这给星级的，有毒应该差蛮多的，对啊。有星级的也还没两星呢。Oh my god， 这布朗姆！
干！我靠到后排就赢了。哎，这可以给星级的。哇哦！这我差两个欧拉夫，我是一个星级的。应该还有一轮啊，至少一个。感觉可能会打不赢的家六剑，都是一些诡异的阵容。应该会输掉啊！啊，没敲到，欧拉夫，欧拉夫。土气，哎、欸，我现在是跟他打、啊，那我不是几乎赢定了吗 ？Oh my god， 他吹我欧拉夫，哎、欸，他有吹到，他吹到这只，他没吹到欧拉夫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呵呵呵。Okay, 好像吃鸡了，吃鸡了，有对装备六狂，还是可以继续吃鸡的，真赞。